我马上就要去 NBA 全明星周末的名人赛打球了，要跟这个 Drake 啊、Steve Nash 啊、Tracy McGrady、T Mac 这些人打球，麦迪人一起打球，我觉得特别的激动，圆了一个梦想啊，能够在第一梦想的 NBA 球场上面跟这些 NBA 巨星们一起打球，我觉得特别的开心。主要就是参观啊球场啊，然后见一下我的偶像科比啊，我也要见偶像了，代表咱们这个华人争取争个光回来啊，要不然的话也真是不太好意思回来了，所以我也在苦练了，但是当然这个比赛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主要是大家是一个开心去运动的一件事情，但我会尽全力的，我自己是非常期待，然后自己也在做各种准备。篮球公益项目其实我想了很久了，已经有一些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可能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篮球这个运动，也许是因为场地的原因，各方面条件的不允许，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我的一个公益项目，因为篮球是我的梦想嘛，这是我能够回馈于社会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在这个打 NBA 全明星名人赛的这个时机公布了出来。